中秋节要来烤肉哦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葱肉卷，对，肉串，肉串是不是？哎，对。用牙签插着，里面包着是葱，还有那个肉。上了要烤肉，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摆盘。这一台啊，折扣四百，对啊，没有，应该是说是今天啊，这个档期很棒的解烤盘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知道吗？烤肉酱是在最后的时候，它已经要熟，已经熟了，然后刷一下，然后等它干了以后就可以上来了。是一开始，葱肉串，还有盐巴。哦，烤什么啦？烤不烤？你要烤什么？安格斯牛小排，哎，安格斯牛。